就我们这里市场管得越来越严了啊，我们去看看。这有个测体温的。那再干嘛？这里都关起来了，热门的关起来了。各位市民，大家好，为有效预防。这边也算关系。那猪肉了没？扔八块。一包。高。吃鱼吧，太高了。猪肉太贵了。前面是卖活鸡的啊，禽流感卖不了。杀条鱼。菜买好了啊，一个16块的鱼，加一个点香菇，加一点芹菜，我花了24块钱。现在的话戴口罩的人基本上还是蛮多的，然后主要是我觉得这个口罩是买不到，反正口罩的话我戴的都是2个一次性的，你说用一次丢一次嘛，怎么可能够啊？我的口罩好多都是从我妈那哪里从广州拿过来的，也是拿了5、6个，现在已经过去快1个月，所以现在口罩是第一难了，就是很多时候不是不戴口罩，是买不到啊。然后我们戴口罩了，基本上都是重复利用了，好吧？现在好像工厂都开工了啊，希望口罩这个事情赶紧解决啊。就是说很多可能口罩都是重复利用的，在桂林或者在临桂能买得到口罩的算了，那不得了了啊。好吧，今天视频到这里啊。